择，我和查查你到底选谁？你就为了他就得放弃我吗？我们一共认识了十年啊。他比你一万倍好，你不要无理取闹好吗？顾泽，我告诉你，来世我再也不做你的小舔狗，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一定会为你所做的事情加倍还给你。他奶奶的大鸡蛋花了我二十大洋，竟然整出了这个剧情，这个男主好过分。如果我穿越到里面的话，你们一秒都活不到。人类，我听到你说的所作所为了，一定要帮女主报仇，我将赐予魔法。这是哪儿啊？我的声音怎么变了？这不是。十什么？我竟然穿越了。人类，我心里默念着你会为女主报仇。你是谁？你不用管我是谁，你将会代替李晶晶。答应我一定要帮女主报仇，不然你就回不到现实里了。所以我的任务是什么？杀掉李查查，让王爷主动爱上你。系统放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姐姐你醒了吗？呦，这不是绿茶小李查查吗？不行，我必须得装睡，不然就露馅了。姐姐你不说话我就进去了哦。这婆娘有病吧，知道我在外面还不让我进去。姐姐我进来了。姐姐快醒醒，今天中午王爷会邀请我们去酒吧玩，快点换衣服吧。姐姐快醒醒。妹妹不要催了哦。姐姐听见了。妹妹你今天可真好看。好恶心，我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。好的，姐姐你去换身衣服吧，我们去吃早餐。哈哈哈，姐姐过不了多久你的王位将属于我。今天穿什么衣服好呢？我去，这女主的衣服可真多，就穿这个叫贝拉的吧。呜，我在家也只有我那可怜的几件衣服。哇塞，好好看。妹妹我穿好了。哇塞，姐姐你这件衣服真的美极了。可恶，她的衣服怎么比我好看。没事啊，过不了多久你的衣服也全将属于我的。走吧妹妹，我们去吃早餐。王爷在那里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演好我的计划，不然我的计划全毁了。姐姐你可以不喜欢我，你为什么要推我？呜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查查？那行我走。你够了李晶晶，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要推他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查查有一点事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医生快看看查查。快点去701房间，快点。医生查查，有没有什么事啊？病人家属先别着急，病人是腿部受伤，擦点药都可以了，现在他没事了，你可以去702房间看看他了。谢谢医生。查查你一定要没有事啊。查查你没事吧？我没事的哥哥，我只是腿有点疼，人家想要你的亲亲，令家姐姐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想要管家把他腿好了。别说这样胡话，要不我们一点一点慢慢的折磨他。还是我家顾哥哥聪明。李晶晶你这个死八婆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给管家打电话。管家，今天晚上把李晶晶带到我的房间。好的少爷。查查，我已经派人晚上把李晶晶带到我们的房间了。太好了顾哥哥，我今天晚上我要好好折磨折磨李晶晶。别把李晶晶折磨死啊，不然我们以后就没有折磨的人了。都听我家顾哥哥的了吗？查查，你看看那个死八婆还搁那站着呢。要不我们上去好好嘲讽一下姐姐。这个主意不错，我告诉你李晶晶，从此以后你不是王妃了，让我家美丽的查查来当王妃。还有看到本少爷怎么不跪下。就是啊姐姐，怎么不给本查查跪下，信不信本查查。哎呦，这不是大少爷吗？几天不见这么辣了呀，还让查查当王妃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那时候我眼下看上了你，你也过不上这种日子。要不是看我的面子上，我爸爸还不会让我嫁给你呢。还有你这个李查查本查，你就是个绿茶还抢我的人呢，你还看看你配吗？啥也不是，信不信姐给你个大逼都把你删到西山去。劝你俩别惹姐，不然有你俩好果子吃。姐不跟你俩废话了，姐去泡温泉去了。他这是怎么回事？以前见到我他还跪下求我呢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好大的差距？怎么感觉他变了？有点心动的感觉。那个死八婆真不要脸，还骂我家哥哥和我。那哥哥是不是对那死八婆心动了？不行，我得挽回哥哥。哥哥，人家想去吃饭，你能陪人家一起去吗？当然可以了。走吧。刚才收拾了这俩人，怎么心里莫名其妙的感觉有些开心呢？这系统出的任务也太简单了，还让王爷主动爱上我。姐刚才说的话王爷能不心动吗？经过我熟悉观看的这部剧，王爷肯定是个海王。呵，看我不等几天把你鱼塘全炸了。哈，想想就开心呀。查查走吧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就知道顾哥哥对人家最好了。我发誓这辈子我最爱你。我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，真的好恶心。查查你去找个位置坐下来吧。好的顾哥哥。少爷你们两个想吃什么呀？你有病吧你这个破佣人，赶紧给我们两个上这里最好的菜。是小姐。真好吃。
查查，你为什么不吃呀？我在等姐姐呢，等姐姐回来我再吃。别等她了，你先吃吧，查查。好的呢，哥哥。终于泡好了，去看看他俩人在哪里。经过我多年的认知，少爷和查查一定分开了，所以我先去找查查嘲讽一下他，我就知道他俩分开了，哈哈哈。现在我去上餐厅吃饭了。独自眷恋望寒星几点，我有预感，顾泽他们一定是上沙发看电视去了。顾泽他们肯定不知道他们两个在医院商量的话，我全听见了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说了，去吃饭放松一下心情吧。WC， 快跑，这和我预感的不一样。怎么办？我好像爱上李晶晶了，要不等几天就和李晶晶表白去吧，反正她身材也挺好的。神秘人，你以后就当我的助手吧，快帮我查查顾泽心里想的什么。好的小姐，你以后就叫我系统吧。顾泽心里现在全是你，而且还说过几天跟你表白。太好了系统，这样就好办了。顾泽你要准备好，我马上就能把你的鱼塘全炸了。去换一件衣服吧，我记得查查还有一个哥哥，今天晚上就查一查查查的哥哥在哪里住，等着威胁查查，哈哈哈。哇哇哇，这件衣服真好看，太符合我的气质了，先去威胁查查吧。查查你快出来。姐姐你找查查有什么事呀？查查你是不是有个哥哥？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，那你哥哥的性命就保不住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如果你敢动我哥的话，你的性命也保不住了。来人，把他放水里淹死。是什么？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别做梦了，你说晚了，把他放水里淹死。是小 姐。不不不，你们放开我，你赶紧给我下去吧。哦啊，难道我真的要死了吗？怎么感觉呼吸好困难啊，救命啊。姐姐你看看他怎么回事啊。妹妹，我们杀人了啊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不想坐牢。外面怎么这么吵啊，去看看，不会他们出什么事了吧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凉拌炒鸡蛋。我们逃离这里吧。好，你们两个给本小姐站住，谁让你们走了？小姐，其实我们把晶晶杀了。其实我是故意让你们放水里把她淹死的。在这个小镇上，一旦杀人，就会消失，锁进地狱。你们就在地狱里待着吧，哈哈。小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我的肚子好痛啊！你们两个是斗不过本小姐的，哈哈，你们两个也只是个佣人而已。不行，我家顾哥哥要来了，快回去吧，今天晚上就和顾哥哥贴贴。快走，我看见顾哥哥来了。哎，那不是查查吗？旁边怎么还有个管家？查查，这天李晶晶怎么不在这里呀？你看见了吗？我没看见顾哥哥，你去别处找吧。我可怜的人类呀，下辈子一定要狠毒点，我将会再让你重生，可惜我不能在了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魔法。这里是哪？这里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我的个老天爷啊，我不会重生了吧？我的天呀，妈妈，我出息了，我回到现实中里，我一定要跟我妈妈说，这次我不会那么弱小了。查查，我告诉你，过不了多久，你生命将就在这。有人在吗？我的妈呀，赶紧装睡。看来晶晶还是没有认出我来。没人啊，没人我就进来，原来是这个小家伙在睡觉，哈哈哈。查查，我先走了哦。好的，顾哥哥，你慢点，别掉坑了。幸好我机智，没有让顾哥哥上那水池里看。再上晶晶的房间里看一眼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出现在晶晶的房间里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个虎心男，这几个月听说你折磨的晶晶都想轻生了呢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晶晶死了的话，我直接取了你的狗命。这个人是谁？为什么要帮我说话？难道这个人和我有关系？要不我们公平竞争抢晶晶，看看晶到底选谁，到底爱的是谁。好，反正最后选的也不是你。晶晶你怎么起来了？小晶晶，我是小崔呀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什么，你是小崔？呜呜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打你，你为什么要跑那么远丢下我？呜呜，哈哈哈，我没有丢下你，不要哭了，我只是去国外上学。嘤，人家原谅你了。晶晶，你到底选谁？认识了242天，认识了3429天。如果他不选你的话，我选你，我答应你，这辈子我答应你，选我可以吗？金宝，我选。我选小崔。我就知道你选我。晶晶，我向我以前的行为向你道歉，打扰你们了，我现在就走。既然晶晶不喜欢我，我为何要继续活着？晶晶如果有下辈子的话，我一定会真心爱你。
晶晶，我跟你说个事，我有可能不在，因为我是穿越过来。我也是啊。我的任务是杀掉查查才能回去。我也是啊，哈哈哈。这个衣服能好看吗？跟理查还是同款的。你穿什么都好看，你是我心目中最好看的。走走走，我们趁机一会儿把查查推进大山摔死。你真聪明，小晶晶。你怎么还在？我不是从水里把你淹死了吗？还有我的顾雨辰哥哥呢？你旁边的哥哥挺帅，哥哥要不要 CPDD 呀？顾雨辰哥哥，我可以带你去找。我旁边的这位我也可以给你，但必须得跟我来一个地方。你别欺骗本小姐就行，不然后果你知道的。你们这是带我来到了哪？我的顾雨辰哥哥呢？你给我下去吧。什么？李晶晶，你这个死八婆！我们胜利了，我们能回到现实中了。这位的两位玩家，你们完成了任务，所以可以获得一个奖杯。正在回往现实中。耶，我们回来了。假人们别走，宣传以 VFP， 灰艾特在下方的证据。